我现在就敲你们，关心一下老残穷啊。什么老残穷？赵哥丑八怪。你当丑八怪，你有病吗？我跟你讲，你的前世出来了。怎么样？是什么？你的前世是乳牛。未来三个月你注意了，你比较容易会瞎掉。为什么会眼睛瞎掉？因为你会遇到烂牛。会不会洗下一个开始？蔬菜，好炒个 A 菜好了。这是快餐店、快炒店、热炒店。来看请棚，帮你找个这棚好不好？来，请看。好的，听说呢，今天大热门说要帮我介绍朋友，该不会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吧？这有点紧张，这有点害怕，到底是谁？我叫小梦，你好，你好，小梦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很久很久以前有见过一次面，是啊，你是黑社会 Apple， 谢谢大家收看 VCR 结束，回来回来回来 ，Apple， 他现在叫 Apple 这么漂亮吗？我问你，你什么星座？天秤座啊，天秤座，哇，天，你就算过我还在那边装，而且那时候预言的蛮准的，我说了你什么？你那时候有说我们会有几个人会离开团体，是。然后我们那时候说啊，怎么可能？这件事情就发生了。是啊，你今天来，所以你不要乱讲话。我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因为我今天就是我真心。你跟我讲没什么，我不想听到。我真心想跟你交朋友。对，有服务生吗？你想吃辣的话，我建议先吃小辣，不够再帮忙上。那我跟你讲，就大辣。我跟你讲，真的要往极限挑战，人生不就是如此吗？什么？我是有病是不是？在看你的包包，你为什么要带一个？是哦，不是，我刚刚才算完命回来，所以算盘可以算命，可以算前世的，算前世，对，还能聊啊，对啊，可以啊，有个话题啊，有个主要的话题，他们是合得来的那一种，合得来，那我们来算算看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酱料还没拿。你要不要先去拿个酱料？我跟你讲，你的前世出来了。怎么样？你的前世是乳牛。你在乱讲。他每次都来乱讲。好笑啊！我的屁！真的啦。我小时候，我妈带我去算命，她说我跟我妈都是仙女。哪是哪是？对啊，未来三个月你注意了，你比较容易会瞎掉。为什么会眼睛瞎掉？因为你会遇到烂眼。会不会洗下一个开始？不要睡哦，睡哦，哦，到哪一个？你看一下，不是说我吗？哇，好大锅！哎，我们制作费都被你们吃光了。真的好哎，哇！我想要开一间潜水店，但我没有钱啊。是这样算哦，这样算哦，哎，不错哎，权杖二哎，正位哎，很有那个希望跟未来。真的吗？对，所以我是觉得我可以帮你做这件事哦，你要不要？好啊。要多少钱？一千，至少啊，一千万哦。好尴尬，没声音了，没声音了。哎，这好听啊！你想要在我什么时候买房子？现在不行，绝对不行，你去买停车位了。是是是，哎，我觉得你好像吉娃娃哦，你有没有觉得动物那一块？是我像长颈鹿也算，是不是？像吉娃娃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我有嫁入豪门的命？不可能嫁入豪门，不可能嫁入豪门，但是你长得很强。听说有美女，有人在那个澳洲的大海雕堡，怎么的啦？你是大海雕堡是？澳洲的大海雕堡，大堡礁。那我跟你说一件事，怎么什么事？很抱歉，为什么？就因为我今天除了没带钱之外，其实我急着要回家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因为我们家狗前两天，它长了一个肿瘤，然后去开刀。是。然后现在在那个，就是我寄放的那个帮它洗澡那几间那里，我现在接它。好，祝福你日进斗金，然后谢谢你今日请客，拜拜，拜拜。小梦老师哦，这个是要亲自写的，应该算你评评价老师吧？尴尬指数五颗星，他觉得尴尬是吗？据点指数两颗星，这还好，还好。可发展成为朋友指数五颗星，他觉得尴尬却想跟你成为好友。他的评语是说：大牙看到我这么怪又诡异。还能跟我侃侃而谈，哎，他自蛮自知的，对不对？化解尴尬场面，能忍受我的人也不多了。我真的可以当你很好的朋友，人生路途交给我，绝对帮你加持。哎呦，蛮有诚意的，黑马。
哦，柑橘是可以当糖。人家说海蚌有足臭之夫，那么臭，但偏偏有人喜欢闻这个味道，对，有就臭味相投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看看海边有没有这样的。这什么东西？找了个交朋友，还要来个玫瑰花，多苦啊！这什么年代啊？你还在来耍五十啊？来电五十啊？好恶心的。谁？啊，太用心了吧！是你吗？我只能说，让我醉，别让我心碎。我先喝好了。你怎么会是你？怎么会是你呢？也没有不好，就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。聊什么了？来来，菜单先来好不好？对啊。那你可乐？我很少来这种地方。哦，是啊，为什么？我这种居酒屋不错呢。没有，我很少出门，因为偶像不太出门。我平常就出门在啊，我就在家里，我经常吃大便，没有外送。我从桃园机场回来的，我刚从那个行李都在那。哦，你去哪里啊？从你跟老婆吵架离家出走？没有啦，就说帮我撑撑。离家出走啊？我们先点菜好。好，哎，我们要吃，我们要吃寿司啊，寿司会胖，不要。好好，那不要那个淀粉，那个不要。好好，那不要寿司。那生鱼片呢？生鱼片，你现在鱼可以吃吗？可以，沙西米不错。不新鲜，你不要，我会过敏。不是要新鲜，你是怕不新鲜。对，弄新鲜的来。蔬菜，好，炒个 A 菜好。A 菜的，这不快餐店、快炒店、热炒店，这什么的？没有了。你不是也基督徒吗？你假的。我们没有像你们这样会拿出来讲，我们是默默的，所以我们不讲。所以这没什么默默跟不讲不讲，就胡说八道。我们要吃饭前先祷告一下，就求上帝洁净啊。你吃饭有祷告吗？还是从来不祷？那你祷啊。你不祷，我来祷。我跟着啊，对，我来祷，没问题。跟着祷，来，我来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啊！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丰富的饮食，啊，也求你洁净，让我们吃的刚强壮胆。好，感谢赞美主，我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来，怎么那么短啊？我们祷告很长的，你祷告空降可以啊？不是，你祷告太短了吧？哪里降过来？不是，你那好像很敷衍祷告，你那是真的在祷告吗？有了，还是你喝醉了胡言乱语？没有。我都讲很久，就跟上帝讲说，我今天的一些所有的点点。你应该讲你这个罪人，有啊，我讲说，我有讲，没有讲说，他说新不新鲜啊？对，哎，你干嘛吃？等一下我们拍照，你干嘛吃的？你要拍照？我现在学这个，我刚开始会用而已。拍，你是老人，阅读深度。没有，我最近刚学的，我以前不会啊。王美，看不出来刚刚吃很多，可以吗 ？OK 的，很漂亮。哎，你不帮跟我们两个合影，你发在你 Facebook 上面，还有这个菜啊？这小两口蛮美趣的，蛮合的。这一张，行，可以啊，都好了。你住哪？新北市。哦。那住完一趟也很辛苦。哇，我都一个人坐捷运啊，他一个人走合体啊，我平常也很少跟他来往的。好惨。他猜什么？我都一个人走合体的。对啊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一个人出国啊。不是啊，你慢慢年纪大了，你也不适合一直一个人啊。你应该找个人照顾你一下。不会啊，还是要找个人的。你结了婚快乐吗？不能说用快乐来讲，应该说结婚承担的责任会不一样，但是你会有一个人在关心你，哎，那个真的差，已经有一个人会关心你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就找个伴，对不会那么无聊了。那你们赖，我们加个赖，赖什么赖？什么赖？你有没有？不是，怎么赖？谈话的功能啊。这为什么黑心猫？我是干嘛？这个是二维码啦，这条码啦。哦，我这样就可以抓你的那个赖，我过去扫就有。啊，有了，来啊，陶旭平，好吗？我现在就敲你，关心一下老残穷啊。什么老残穷？赵哥丑八怪。刚走八怪，你有病吗？要不你就叫我练习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我才刚回来，行李啊什么都还没拿回家里，就直接赶来这工作。我现在必须要赶快回家。我想说，可以的话，我们要先买单。300块够吗？你一个大男人出来只带300块？因为我出门，偶像我出门不带钱，因为旁边的人会付啊。你是几岁？你现在跟我讲这个，你跟我讲到20-30年前的事情，你讲个鬼听啊？没有，现在是这样子，你要不要去试啊？你那300块拿去买老鼠药吃一吃啊？
PCR 总长2小时又08分零中断，我也是醉了。真的不要不要的，开心啊！哎，赵哥还跟你真合哎，今天是你们两个真的吗？我跟你讲，不是真心话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那个深夜食堂 feel 有出来，有两个人我交，而且他们两个你一句我就互相交叠，对，他那个话那个真的是太没话讲了。没想到两个可以那么 match， 赵正平跟曹希平。有没有两个最后都有个双屏，双屏两个都是屏哦。然后评鉴报告书，突然间有点紧张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他不会讲好话。赵哥会讲什么？他不会讲好话的了。赵哥，对吗？哇，怎么样？赵正平对曹希平的评鉴表，尴尬指数1颗星。不尴尬，觉得蛮好。OK 啊，据点指数。零，对，最好很有话聊，很有话聊。和发展成为好友指数5颗星，他想跟你当好朋友。对，赵哥有用心要跟你当好朋友，是真的。然后评语，曹希平很好聊，只是一直以来没有人懂他。哎呦，这顿饭我们放下戒心，打开心房，他毕竟年纪大了。是一个需要被关怀的老艺人，是一个需要被关怀的老艺人。朋友很多，不是走了，要不然就是躺在床上。曹希平还能蹦蹦跳跳，真不容易。Danny Chow， 你是个好人。哇。